大家好，现在是晚上的8点钟左右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青岛西海岸的一个叫贝多芬公馆的西门啊。大家好，今天呢小编和对象逛街逛累了啊，我们就一起来到了附近的一家串串香，没想到误打误撞来到了这家老胶南最大的串串香。哎呦，这么高兴啊。小编来到这里特意转了转啊，看到这个饭店确实是非常的火啊，几乎是座无虚席。在这边怎么收费？在这边？在这边吃着全部是8毛8一个钱。哦，一个钱。有什么样的吗？有牛肉的，以牛肉为主，牛肉有20几个品种，啊，松子叶。牛肉有二十多个，哎，光牛肉就二十多个品种。牛肉怎么能弄出这么多品种？牛肉我们是根据不同的菜给它配的口味。哦，配的菜哈。哎，对，有茴香的，有金针菇的，哦，有这个萝卜也配牛肉的。还萝卜？啊，还我看还干豆角是吧？啊，干豆角。香菜。啊、哦。三芹。金针菇。金针菇。啊、哦。泡椒哈。哎。光牛肉20来种。哎，20多品种。啊，这边是肉是吧？啊，这边是有掌中宝、鸡柳、鸡胗、鸡爪，鸡翅。啊，有没有比较有特色的？比较有特色的，我们这边有自手乌牛肉滑、鲍鱼，啊。哦，咱个鲍鱼，还有鲍鱼啊，这是？啊，对。还有鲍鱼啊？还有对。啊，这鲍鱼是几个？这鲍鱼是3个钱？啊，对。还挺实惠的。我们这个还有什么样的海鲜吧？海鲜，这边还有嘎啦扇贝。哦。还有虾。这边还有大虾哈。哎，还有大虾。大虾，我看看。大虾有。2个钳子。啊。哎呦，还有小龙虾，这是。龙虾尾。啊，这个、龙虾尾哈。哎，这个大家伙都喜欢吃。这个卖的好。哎，卖的挺好。他们这里的串串就有200多种，实在是惊到了小编。哎。你看，一个钱这么大，一个杯菜，一个碟子，咱是一钱啊？对，一个钱嘛。哎呀，我天，这个你不得吃这么一个，得吃个半包。我拿这个，来个，哎，看这个，哎呀，哎呀，四川香没大，有这么大串，我看着啊，很实惠，一个串啊，一个煎蛋锅哈，一个钱绝对实惠。下边是那个，就是丸子类的，哦，丸子类的，讲的是什么？鸡蛋干儿，哦，哎呀，鸡蛋干儿，哎，对，还鲜面串儿，啊，这是自选区域是吧？哎，自选区域，这边是盘类的，哦，这个虾花，还有虾花哈，有正宗的这个四川毛肚，我们从四川发来的，这个是，啊，四川过来的，哎，对，然后手工的虾仁滑，牛肉滑。那是牛肉花。哎呀，还有这个每天就是深夜的。副店还有。副店我看20磅。哎，行。虾花多少钱了？虾仁滑32，我们这个量大。啊。咱这海鲜多少？海鲜有笔管。啊，笔管68。哎，栗子肉。太干了，16啊。哎，对。栗子是多少？栗子肉。放哪儿了？啊，海蛎子。啊，28。哎。但是没有特别需求的话呢，吃那些串也挺划算的。啊，也很划算，也很划算。啊，然后这边有特色的蟹肉棒。串大。哎，在这蟹肉棒。哎，对，这个蟹肉棒特别好，怎么煮都不死。这多少钱？这个是26块钱一盘。哎呦，很实惠。嗯。还有牛羊肉啊。哎，对，我们这边主要牛羊肉有手切的，就是每天从市场现杀的，新鲜的。真是吗？羊肉，这是羊肉，哎，就是每天现杀的这个羊肉都是。这是38一片是吧？哎，都不过虚的这个。哦，这是现切的哈。哎，对。有这种锅底吗？锅底有番茄锅底、菌汤锅底。啊，有四，我看这菜单上有4种。哎，有鸳鸯锅底，还有牛肚锅底，小龙虾锅底。哦。咱这边的粥怎么收费吗？粥是免费的，我们这边可以为这个喜欢吃串儿的朋友。一般喜欢吃辣，可以免费提供两种粥，一般呢就是这个南瓜大米粥，
啊，南瓜粥啊。南瓜大米粥，给女士准备了一个银耳粥。哦，银耳粥。对呀、包括这边的水果。水果。小零食。小菜水果，都是免费的。另外他们这里的酸梅汤和爆米花也都是免费无限续加的。这家店给小编总体的印象是非常的干净整洁，这是他们的包间。他们这家店还是全国连锁啊，然后这边的店员呢服务也非常的热情。这个麻汁是家乡的这个山东人特产啊。对、因为当地人喜欢吃麻汁的还是比较多的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三个人选的串串，然后我们又单独点了一些菜品。他这边是一个乐三分，四种果底，还有种小锅西红汤红糖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小龙虾和大虾以及鲍鱼的串串啊，是不是特别的实惠呢？他家这个虾滑不愧是虾现做的啊，非常的好吃。然后呢，这个福袋呢也吃起来非常的过瘾。它这边这个味道确实挺正宗的感觉。它这个料，这个料好。人均消费方面啊，他们这个店在40元到60元之间，而且有很多的这种免费的赠品啊，这种饮料啊之类的都是免费的畅饮的，感觉还是非常的超值的。花了30块。